以当外套，然后也可以当上衣，有很多不同的披法，或蓝丁，然后有点灰灰悠悠秋秋的感觉，非常的时髦好看，然后颜色都有对到，又不会到太热，里面啊内里很讲究。再来外层的话，它完全不会硬刺，然后有一种粗粗的感觉，保证没有。像我的长度大小啊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的身高，不论是小只高个，大家都可以穿，是微微的有点这样子直坑条，然后是非常非常舒服，也不会过于厚重的哦。夹口位置啊，搭上薄长袖也没有问题，夹口非常有空间，今年必须来拥有的，它设计穿搭。